清水断崖，落叶森林，太鲁阁口，吴心意，你有来这里玩吗？哇，猫头鹰耶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枫叶，对呀，九曲洞。哦，花莲的经费有比台北还多吗？哇，这是云海，天祥，华绿溪，这里是哇，还有这个是下雪，花莲也会下雪，那就怎么？哎，这不是转的，这不是转的。百年古道，还有这个小孩，请站好。谢谢，我打电话。